那个错了，其实我没错。我现在弄了个这个围栏，啊，不出来了。因为不让游客靠近。啊，上回我就听见，我说嫌有人喂，这个责任分不清了，是吧？对。上回你在呢，我看你负责半天没人弄，这个大，这几个，这个段。把这还泡了。哎，你们统计呢？今天下了多少斤？七个左右。七个。这种小的才是今年的，那个都应该是去年的。啊，还有一个是前年，下面那个前年。用的五斤吧，啊。你们跟动保站啥关系？没关系。没关系。啊。这不算活。就是没有。没有。相当于被家庭的家长。家庭的家长，雄性是吧？对。嘴旁边那是应该是腺体是吧？分泌的那个。雄性激素弄出来。啊。像现在他们下来，还是他一家的。这是他一家。对。那其他家呢？在上面。为啥不下来？我咋回回见都是这一家？这脾气还暴了。有一家反正可能是这一家吧。嗯。上人整人了。哦。所以分了可太磕碜，你看那一扣里有一个金毛，对，你看，特别是那个，你看那扣里一个金毛，好家伙，爱抓人是吧？啊，脾气暴的。那天他们腿都刚出去十圈，扑过来把腿挖了，挖到腿了。我嘴上有点那个什么，水饺流。对，但是他成年功夫都有。回回来这都下雨，这是每天都要下小雨。那不一定，这今天，我上回来也是一周日这么下。西湖小河，那是发展快了，这一步一步基本上就没有死亡的。有也是意外，就是他们打斗过程中造成的。对。这次就趴在地上了。倒了的。我上回都没看到这景象，这回你看到了。
行，大的上去。那猴子不是也有互相往死里面吃吗？这个没有，咱这还没有。不知道，早上那啥子了。嗯，那我们就往这边走。那应该猴王吧？嗯。